首先，让我们以热情的掌声欢迎来自台北的冠点为大家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我们欢迎冠点，请掌声。感恩导，感恩导师，感恩李院长啊，感恩我们今天的主持人的邀约。当然了，更感谢今天热情参与线上的同学嘉宾。 啊，还有我们线上的这个好朋友们，大家新年好，大家晚安。啊，我是来自台北的冠点哈、哦。呃，其实加入超马这么久以来哈、啊，呃，我一直感觉到在其中我是受益良多，应该说我的生命啊是上半场跟下半场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写照。好、哦，那有人说哈、哦，这个。 也能够留在超码里面呢、啊，继续学习的人，大概概分两种人，一种呢啊是非常的，诶、欸、有慧根，非常有福分的人；第二种人呢就是非常幸运的人。那观点讲说什么叫做非常有福分、非常有慧根的人呢？就是说在他人生啊还算顺利的时候啊，就有缘接触到超级身份密码系统。 然后呢，他接触到系统之后呢，哎，就深信不疑，有这个智慧去好好的把握它，然后快速的来学习，并且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所以不但呢，能够轻松化解到他这个生命中啊，种种会碰到的这些小课题，除外呢，还、啊、而且延续了他原来的丰盛富足，并且啊圆满他今生的这样的所有的一个啊、呃、圆满的人生啊、哦，然后能够实现他的愿望，这样啊，更更棒的是能够啊啊。 圆满，我们生生世世啊，灵命提升这么棒的一个夙愿哈。那观点是属于第二种人了哈。啊，为什么说观点属于第二种？人因为我呢也是在这个人生遭逢这个谷底哈，在进退两难之际哈，碰到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那所幸哈，冠点也懂得。 当时去把握它啊，所以很快呢，能够突破困境，咸鱼翻身然后又得到了哈人生的更大的一个高峰。所以在这里非常感恩导师的传承人教导，也非常感谢啊有这个机缘在冠点哈年迈入中年的这个时候，当时还有机会哈接触到超马系统翻转我的人生，否则哈此时此刻呃我不知身处何地，身在何处哈。 也可能没有机会在这里跟家大大家来分享哈，那呃，观点过去哦，其实是个我值比较大的人哈。我这样举个例子哈，就是，诶、呃，我曾经分享过，就是我以前呢、啊、跟其他的人开会的时候哈，就是，诶、呃，其他人要讲的时候，我说你不用讲，我都知道哈，哎都不用讲的，哎我都知道。 然后呢，他们想说真没去要走的时候，说不行，我讲完你才可以走。<laughs> 那这是观点过去，我只是大到什么程度，大家就可以从此看到一个端倪哈。那再來就是观点不太会安排我的工，就是生活了，所以我在忙碌的刚工作当中，经常就是陷入一个焦躁不安，然后非常的。 忙碌，然后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啊，导师就说过说这个忙碌哈不是积极哈啊，其实我们持续的忙碌就陷入了人生的一种耗，所以当时哈是提油加火在努力啊，就是说我能量不断的流失，然后自己感觉良好在奋斗努力。我相信，如果没有学习超马的人，可能不少人也陷入我过过往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当中哦，那再来就是，呃，观点其实就是呃。 应该说我自己有时候当时因为能力哈、哦、呃能量、啊、能量不足，所以做事情其实很没把握，然后又是要做重大的决定，所以经常就是举棋不定、藕断丝连，然后心乱如麻，所以心情每天是上上下下的哈，经常就是这样躁动，所以我有着一颗躁动不安的心。<laughs> 好然后再来就是说，观点因为很多事情的没有把握，所以会想很多。 啊，想很多就是怎么样？经常就是妄念纷飞，想太多，没事也想到有事人、哦，啊。然后呢，妄念纷飞，最后有事情还怪别人、哦，然后就是情绪泛滥，所以在这样恶性循环之下，其实冠点的这个前半生的这个上半场，其实过得真的不顺遂，那真的很开心有机会啊啊、呃，在呃对的时间点接触到了超级身份密码系统，哦。所以冠点。 体会是接触超级命密码系统的同时，让观点得到能量的提升，智慧的增长，得知两个累进。那更重要的是哈，哎，化解观点啊，这个雷势哈，这种这种困扰观点，就是雷似这种负能量的侵扰。其实对我而言，这是我这辈子哈最大的障碍，因为我们的家族其实是家业还蛮重的哦，所以我过着起起落落不顺遂的人生。 我虽然发誓不走我父亲的老路，结果过了年到四五十岁的时候，回首今生，原来我跟他走同样的路。<laughs> 很感谢有机会接触到我们这个超级生命密系统啊，从此他会破解我这个原来的宿命这个魔咒啊，然后能够走出我自己人生的道路。我也蛮喜欢现在的自己啊，哎，那过去的我当然我只能说给大家做借鉴。<laughs> 好，那再来就是哈，呃。 我先跟大家哈、哦、来分分享一下哈、哦，我自己在接触超马的这个亲身经历。好，那我想，其实我在超马的学习哈、哦，其实带给我就是整个能智慧的提升，那整个视野、人生的这种体验是全方位的提升。其实包括我自己的这个健康，那我的家族的这个关系。 那我这个亲子关系、家庭关系，甚至包括我的事业，其实是全方位的升级。好，那只是说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就我的健康跟事业来跟大家多一点简单的分享。好，那我先来谈到我的事事业这一块好了。那因为我本身是从事业务性质，大家都说业务什么最重要？人际关系最重要。好，那么超码系统的学习当中呢？ 我亲身验证的，它其实是一套超凡的人际关系学，好，为什么呢？呃，我很开心在超马的学习，给我很正确的体验跟跟观念。呃，过去我们做生意总是要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好、哦，那学习超马之后才知道，说原来啊哈，我们要如果要顺利的话，其实我们是要付出，不是回收，好、哦，因为爱出爱返，福往福来。那我们有什么才能付出什么？ 好，那我们付出什么才得到什么？这是天律。好，所以学习超马系统呢，给给观点很大的帮助是，先让我了解天地运作的规则，好，还有真正的啊这个运这个世界的真相。好，那原来这个世界学习超马以后，我才知道都是能量的幻化。好，那有了这些简单的这概念观点呢，就比较好去面对我的人生。好，那在人际关系上呢？ 我我过去呢，其实因为我自己就是非常的自我，然后又自私自利，好更别想说要什么为别人着想，然后反求诸己，以前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学习超马之后呢，了解了其实我们人生想要丰盛富足，基本上要看穿这个红尘。呵呵看穿红尘的第一件事情是把我缩小或者把我放下，然后把自己摆在对的位置。过去我是从来不看这种事情，只觉得自己很厉害。 哦，那所以人际关系上面呢，就从我学习操码开始，跟客户的关系变得非常的绵密。我的客户都跟我讲，奇怪，你好懂事哦嘿。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说啊，我当然知道啊，因为呢，呃，我跟你往来的时候，我就不是只看自己啊。哦，各位哈、哦，就是说，当我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不是想要解决问题啊。 哦，导师有讲啊、哦，我们碰到事情要怎样呢？不要用肉眼看这个事情，先在内心创造一个足够大的柔软的空间，然后才有能量去转换。碰到事情，在上文的学习让我得到一个方法，很好的方法就是我先忘掉现在的局势，好，然后用拉到更高的高度哈来看这件事情，因为智慧是来自更高位置的视角，好，所以这样子我们看很多事情就能够全方位的来考量，比较能够在。 整个局势当中取得平衡点，所以我跟客户很快就搞定了。好，我我我的这个业务跟我出门去找客户哈，我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出来，我的客户业务跟我讲说：“哎呀，你是不是跟他很熟啊？”说没有，第二次见面怎么可能？我跟你讲，我跟客户。 第二次见面，我就可以讲到他家里的事情，讲到小孩，讲到爸爸妈妈，我还能跟他分享我的经验。所以，我跟客户的关系从以前厂商客户变成朋友，很快我们就变成朋友。然后，他有些私密的事情也愿意跟我分享。那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在超马的学习带给我最好的一个进步。我很快能跟大家融为一体，很快能大家保，就是说打成一片。然后，更重要是。 我很快能够取得对方的信任跟支持，我想这个做业务应该这个是最重要的。好、哦，然后你共享了，我还给你听，还比较重要。好 <laughs>、哦，然后再来就是说，呃，我因为这样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在推展业务就非常的顺利。好、哦，那现在业务还客户还会介绍客户给我们，所以其实我们基本上我们讲客户开发的这个时间很少，都是客户来的居多了哈。哦 啊，然后我再来分享，就是说，呃，我在另外一个事业上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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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啊，哈，就是说，呃，我其实过去我刚,刚已经介绍，过去是这样的人嘛，哈，所以想必这个，呃有有这个不好的结局也是可以预料的。那我在二零一七年哈，因为也不太了解怎么经营人生，所以。 落入了人生的这个谷底哈、哦，啊也陷入了这个世界事业的危机当中哈、哦。那当时是因为我在某些因缘的驱使之下哈、哦，就做了错误的决定，那搬到一个冲煞非常严重的这个办公室。很奇怪啊、哦，各位可能不信邪，其实真的有机会你可以体验看看。<laughs> 好，那我就搬进去之后哈、哦，大概两个月后开始，就公司所有的业务停顿，这一停顿停顿了一年半。 好、哦，那种停顿不是说你你新的案子进不来，是连旧的案子你都没办法执行。好、哦，所以各位想一下，在那样子空耗了一年半，观点所有的家产耗尽，还要负债，还开一点转不过来，差一点就硬着陆。所幸啊，当时接触了超级身份密码系统，所以我说刚分享我是第二类的人。好、哦，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哈啊，所以啊这个观点哈、哦。 过去就用了用尽所有的方法都没有办法去解决啊！你想象得到的用什么法啦、啊、术我都用过了，好，最后是因为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习，好让我有机会去化解这个负能量的这样一个束缚，那也打开我这个这个家族以来哈这种魔咒跟这个壳就是枷锁，那松开的那一刻开始哈。 呃，我就感觉到人生三百六十度大反转。我在四个月之内啊，当当然了，我不是因为信的操嘛，学的操嘛，而是我们学习当中也做了一些改变了。哦，当然我们心态啦，内外的开创啦，哈，当然我们把所有的事情，以前我在付出的时候都会想的结果，啊，现在不会了。现在就是说，我们把每一件事情尽我所能的做到圆满。那导师就讲过啊，如果我们人生每个节点都圆满，你的结局不可能不圆满。 好啊，所以现在就没有那种分别心，没有那种利害关系了哈啊，所以面对这些事情就能够坦然的面对，然后在人世间努力去做到最完美，然后在内在的部分我们尽量的能够反省自己，好，然后能够把人员这个好的助缘能够招来。 所以很快的，我四个月就翻身。所以，呃，原来我们公司是二三线的客户，很快呢就跳跃到一二线的客户。那现在大概往来就是中资被台资被前五百大是我们大部分的客户。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案案子的规模，从以前大概七八位数就飙升在大概八九位数了。但现在还没有到九，差一点点，今年还在挑战哈、嗯。嗯 那那再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说导师的大型活动这件事情、哦，那不晓得各位相不相信，去参加大型活动也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收获。<laughs> 对，因为冠点呢、哦、在参加去年七月份那个精彩总实现的这个大型活动之后，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呢，就是我们公司大概在三四年前，我帮公部门规划了一个案子，那金额是超过一亿啊，超过一亿，那。 诶中间因为就有一些势力的介入，所以我们那案子就无疾而终告吹。好、哦，那我们想说，好吧，那就当做做功德好了。我们在忙别的事情。好、哦，那很奇怪，在这个活动参加完之后呢，有一个上市公司的人打电话来我们公司，他来询问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产品。好、哦，那我们公司是本身有做研发制造，有做代理销售，那也有做专案。好、哦，那刚讲是专案的部分。那 这个客户就打电话来问我们其他的产品，问到一半呢，不晓得他哪一根筋短路了。他忽然问说：“哎，按、啊、你们哪一个案子，你们知不知道？”所以我的同仁就告诉他：“有啊，那是以前我们规划的呀、啊。哦”好，然后他就讲说：“哦，这个真的是因为他已经找很久了，然、哎、后他原来的 partner 真的做不起来，没有办法完成了哦啊，哦啊所以他就来转而找我们公司。那我们就很顺利跟这个 partner 一起合作，拿下了这个案子。” 好，那拿下这个案子哦，呃，我当然很开心了。啊，在这里先讲一下，就是，诶，这个九位数的数据对一些大公司来讲，其实是算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可是对我们这种小公司，那我认为已经是礼天大的礼物了。好，那呃，接了这个案子之后，我们在进行过程当中，又发了发发生了一件不太圆满的事情，就是某个舒失的情况下，我设计的案子。 那台湾我们那个产品是属于比较高精的，那它有两家代理商，照理讲应该是我去报备，结果我们人一直忙于工作，就忘了报备，哦，所以这个案子变成我们努力的去规划设计，我们得标了，最后我要跟我的对手去拿那个跟他买，而且是天价要卖给我，好、哦，那我们所有的同仁都一致反对，无论如何要抗争到底，在超马的学习当中，后来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说我跟他买。 但是前提是我要合理的价钱跟他买，所以我就跟园长沟通了这件事情。那我很开心这件事情的过程，我照顾了我对手的生意，因为从此他不再跟我抢案子，他不抢我的案子，从此还跟我合作。哎，然后我又化解了我们原厂尴尬的这个局面，那原厂给我更好的条件，然后他除了降低我们的来价，这个案子他要去跟对方谈。 压到一个金额给我们，所以从这样子，我又省了两三百万的费用支出。所以非常感恩这个，呃，超马的学习，感恩导师的传承。那再来就是我们在那个十二月份，呃，那个呃，幸福吉祥，对人间线这个、这个活动之后呢。 哎，然后九滴九弟，又招来一个滴滴跟他一样大的。<laughs> 那那个案子我们已经是拖了四五年都没有启动，结果那案子现在开始启动啊！非常感谢导师有，哎，让让我们有这个机会了哈、哦。哎，那来实现说，哎，其实哦，这个超码对我们人世间的这个事情，其实是真的有具体的帮助了。哎，就怕你不信哦，不怕哦啊，你你没有来学啦哦。 那再来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呃，在音乐这一段对我自身的一个难得的体验。各位相信歌曲不但可以疗愈我们的心灵，洗涤我们的心灵，还可以，哎、呃，应该说还可以的，帮我们疗愈我们的疾病嘛？各位相信吗？对，这事情我很感恩有机会在这里做见证哈、哦，呃。 应该这样讲，我很感谢我的父母亲给我一个不错的身体，尽管我现在不太满意，啊，对，好、哦，那，呃，其实我我从踏入社会以后啊，其实我就没有再理我的身体。坦白讲，我觉得现在经常对他忏悔，我每天早上起来都嫌感恩他了，因为没有他就没有我。呵呵好，然后我因为。 我过去就是一直把工作当成是我的重心，所以我忽略了很多事情。各位相信我有十五年没看过医生，你相信吗？十五年，哎，十五年没看过医生的概念，不是我身体特别壮，不是，哦、啊，是因为我忽视了那些事情，好、哦，那这个是不好的视线的、啊、哈、哦。那人家说你怎么折磨身体，你的身体将来就怎么折磨你。所以以前我在忙碌当中，人讲话无应该不时间破病，唔 真的忽视他，不是不是没时间破病，是破病你不知道啦、哦，吼啊！较早人拢说哦，你你身体有够用诶，吼！你就奶超奶老老造星有个边保用啦，吼！其实我告诉各位，世间的事没有这样的啦，哈哈哈哦，这都是自我安慰的好好话啦哈。然后呃，所以我在过去十五年当中累积很多的这个不好的这个。 毒素啊，或者是一些身体的一些小问题，但是好歹好好在到现在为止，大病不患，小病不能讲不断了，一点点。好 <laughs>，然后呢，那个时候啊，哈，哎，在三四年前，突然间我有一次睡觉惊醒，因为我呼吸不过来，大概四年前呼吸不过来。哎，不是，不是，是因为我缺氧，原、啊、因为我长期的感冒，我都没理他，好、哦，所以就变成我的。 鼻子过敏，然后支气管过敏，好，然后严重的时候就变成肺浸润。所以我去看医生的时候，第一次去看医生，跟我讲：“先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缺氧？”我说：“我不知道。”“那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八成的功力应付你所有的事情？”我说：“我不知道。<laughs> ”好，那这会造成什么情况呢？当你缺氧到一个程度，肺浸润到一个，因为肺肺浸润会带成造成纤维化，那是不可逆，肺的纤维化。 那我以前都不理他，但是这重要的是不理也不行哦。哎，感谢这件事情的到来，好让我正视这个问题。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你缺氧会怎样呢？缺氧就是我们会记忆力减退啊，哦，然后机能减退啊，然后就有时候一片空白啊。所以等一下我分享到一半，如果中断，请大家原谅，<laughs> <laughs> 会一片空白啊。所以有时候以前跟人家讲话讲到一半，哎，忘记了在讲什么，然后就是有看到人知道，所以讲不出名字。 所以以后我没跟大家打招呼，请多原谅。好、哦、啊，但是这样的事情啊，呃，我有去看医生，可是就是时好时坏，时好时坏。如果有这种问题，人都知道，天气坏的时候就觉得胸闷了，天气好就没感觉。所以一直这种问题就起起伏伏，起伏，一直一直没有没有改，没有变好。那后来在报名导师歌星班的这个这个课程之后啊，好、哦，啊、就有了开始的转变。其实我。 不想唱歌了，我也不想学唱歌，真的，好、哦，只是说当时有一个人学姐很热心跑来灌点，赶快老师的课要不要上？我说我没有空，我不想上啊，唱歌唱歌给别人了。然后他讲了一句关键词，我跟你讲，歌星班可以清喉咙，哎，这个好，<laughs> 刚好在供需平衡是打中了我想想要的东西，那我就开始去报名。 学这个歌星班哈，那歌星班的学习当中就是呃在能量不断的共振调动那因为我在这个歌星班的学习，我们还是要教功课。那我是很用心呀，很用心在在唱。那唱着唱着，哎，文哥也讲到冬天哈，你唱着唱着是身体会发热。哦，当你啊，当我们唱导师这种高能量的正向的歌曲，如果你能够打开心门。 能够去体会歌词的意境，能够身心升起那种赞叹，啊，甚至跟他有共鸣，其实能量下来，所以会很热，唱到后来会热。那到冬天的时候，我把这个外套脱掉，剩下一个一个背心在唱歌。那我跟各位讲，报名开始就开始，导师的课程很奇怪，报名开始那样的能量开始运作，所以我光报报名我就开始不断的喉咙清一些黏液出来，一直清一直清。那后来有一天在要教。 交功课啊，要去录音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哎，那种憋憋的感觉、闷闷的感觉没有了，从此没有再发生过了。对。好啊，在这里就是，也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来分享了哈。那在这里最后，我跟各各位这个新朋友们有几句话讲一下，就是说。 呃，狄士成教授哈是台大的前校长啊。那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给大家参考。他说啊，科学实验啊，是用是印证真理的最佳的途径。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这里呃分享，我相信台下的人心中有几样情。过去我也在台下听上面在分享的时候，我会这么想的：真的假的？那么好？ 你们在做美编，又在讲神话了，又在包装了。当时我的心情一模一样，可是今天我站在这里，好，所以希望呢，啊，你们有机会能够把握这样的难得的机会啊，来做实验，好、啊，来亲身见证自己生命的转变。好、啊，最后祝大家丰盛幸福，啊，这个平安吉祥。感谢大家聆听。 真的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觉得意犹未尽。怎奈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没有办法让观点呢尽情的去分享他在《超级生命密码》。哇，真的是礼物不断哦！可是我刚刚有听到观点哦，我们人呐、啊，是不是有两撇？那观点呢是左边这一撇，他的前半生呢是用他的我执。 再来写这一撇，但是呢，自从他遇到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之后，这一撇呢，他用了超级生命密码的方法来书写这一撇。哇，他得到的是更多的丰盛喜乐。那我们刚刚也有听到观点，他因为唱了导师的歌曲之后，他的健康真的是逆转胜，咸鱼翻身。现在就让我们来验收一下。 我们来听听观点他为大家演唱的《最敬爱的太阳圣德导师》所谱写的《觅知音》这首歌曲。我们欢迎观点为大家演唱，欢迎。 爱而安平，因爱而甜蜜之意，也在懂得认真，亮你生命大笔，十方传来蜜之意。 生命就会珍惜，岁月点上千金，了然于心。真情雨滴，将爱化作真迹，渺渺轻松，你知意。 秘为大天梯，心不用当听，随时都满足，总有秘之音，秘之音藏音兮，随水晶彩中际，静心听，随时清双神起，再望天际。 长相不归好光景，成就在于米之音，终身好听。 之意，生命就会珍惜；岁月点上笺记，了然于心。真情与地，将爱化作真迹。 渺渺惊松迷之音，必为大天地，心不用旁听，随时都满足。中有迷之音，迷之音藏音息，随水静在中际，静心听。 随时起爽神清，再望天际，长相不归好光景。成就在玉你之音，所生好听，赞叹天绝，四方传者你知音。总要把我长相不归好光景。 弥伟大天地，心不用当体。万世纪相定，总有弥之意。因爱生压意，因爱弥人神經，经珍惜海平，加意。 因爱而甜蜜之意，藏之。